你们真的能够做到一半停下来吗？试问在场的各位，你们真的能够做到一半停下来吗？早就射了啊！文老爹，赶电玩。今天会补赚吗？靠腰，我不是才补了180,000吗？你们胃口被养很大。其实我觉得啦，绝对屏障对我来说真的很棒。绝屏来九级魔法哦，这一招超北蓝的，超适合我的，耍白目的时候用的，我超喜欢这个东西的。至于这一本书我怎么买到的，我这一本不是伊娃的，是宙斯的。宙斯二这本书刚打到的时候，两三个人密我，问我要不要买啦，因为如果我不买，可能就会被韩国人买走了嘛，对不对？但是只有两个人比较积极 ，A 跟 B 好了 ，B 是打到的人 ，A 是 B 的队友，一起组队打到的。B 有一天就突然密我说90,000好不好？因为伊娃的那一本卖了110,000还是120,000台币嘛，台币都是讲台币哦，不是钻石哦，我自己认为非常便宜。坦白说啦，我这个人的个性哦，我不好意思出很低啦，所以我一直迟迟没有说我要买。你叫我花个200,000台币买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学到的东西哦，我舍不得。可是他既然主动跟我说卖90,000，我就心动了。就算最后我用不到都没关系啦，90,000就真的还好。所以我就说好，如果是90,000我买。这个时候 A 就跟我说不好意思，绝品我可能没办法卖你了。我就搞不懂了，怎么回事。 A 的说法啦，这本书已经被 B 拿走了，B 没打算要分。然后 B 就跟我说之前有一次打到什么蓝布，他们也没有分给 B， 然后直到他打到绝对屏障之后才分的啦。当然这个是 B 的说法。然后 A 就跟我说没有哦，一直都有分哦。那我就开始担心啦，我如果买了之后出现争议怎么办？后来我们谈100,000，因为我需要一个账号， B 要把账号直接给我， B 的账号卖10,000，我如果把它拆开来就25,000跟75,500啦，我就犯法了哦。因为游戏的机制就是判定给 B， 最终我付款的时候我是把75,000给 A， 然后25,000给这个所有者，这样我是犯法的。坦白说 B 只有道义上的责任，他没有法律责任。但是如果我今天帮忙 A 去把这个钱做了一个分配哦，变成我犯法。所以我就跟 A 说，不好意思，我买了你会不会不爽？还是说你就觉得我不应该买？如果你这样讲我就不买就算了。我就跟 A 说，那不然这样好了，90,000给 B， 然后10,000给你们三个去分，你们能不能接受？那 A 那边就说好，可以接受。我就跟 B 说，哎呀，大家盟友一场啊哦，那坦白说你们两边说的话我也没办法查证，那就很简单一句话，大家既然有缘当盟友你就好啦，分个10,000给他们没关系啦，反正你也赚到了哦。所以说这个 B 也愿意把这10,000给 A 了。好，所以说在我来看最终是三方全胜，大家都赚到了，所以我就变成绝平法啦就是这样子。学了没靠腰啊，在宙斯二啊，我每天都开着那只角色打开我的仓库看看我的绝对屏障知道吗每天都会开上去看一下，我很怕哪一天不见，你知道吗？防御10，防御一样，没有魔抗，可是智力加2点，不错啦，智力加2老爹智能不足靠腰，我是不是应该还要再补个100,000钻啊？不要跟我说拼加7啦，我不是顶客啊，我大概花700,000左右啦，台币啦，是不到顶啦，但你说大客吗？边缘啦。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边缘的大课长，我不会去搞加7，那个太恐怖了。乱 combo 加 combo 知道吗？加 combo， 我们搞一个比较符合 CP 值的东西。我快要突破77%了收藏品。干，住房怎么变那么贵？我是很不想买刻印箱的，可是好像不买好像也不行。Go， 来个蓝装吧。看一堆垃圾呢，结果没有出新纸片，我等好久。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到现在还不出。稀有防具，1234，好不好？我们做这个好了。干，我缺的是神官的，没错吧？不要大成功啦靠腰，我不要大成功啦，
干大成功变叠价呢？对啊，贵的服就是顶客太多，没错。不要说顶客啦，一个大客就很麻烦啦。伊娃石也很便宜，住房剩1000，对啊，好羡慕我干。有时候我都觉得哈，我是不是应该把钱花在抽卡？只有抽卡是最便宜的，最合理的，就是因为每个服的价格都一样，只有抽卡哈，才是真正公平的东西。你买这个住房干，我在那边买一张，你的伺服器可以买5张、4张、5张、6张的，坦白说是不是很不公平啊？对啊，钻石好像又要不见了，6件，可以几件加7，只有2件没过来，白房给他下去，干。只要9万多了，干住房再拉2张，过头破血流啊！干你老师，哎，冲这个收藏品这么贵哦，这个 啊，不知不觉耶，已经搞一半了，停不下来了。加7啊！我靠！干这个加7怎么那么难呐、啊？最后一张干！我搞这个收藏他妈搞10几万！哎呀，我真的是防御多一点，为什么要那么贵啊？每次都想省钱，省到最后花更多。该过了，老哥。啊，这个收藏花多少？10万、11万，防御一点11万，又要出了。飞科印的神官7万，哎、欸，干真的哎、欸，干我赚不够嘞、欸，快拉，不然又没有了。哦，我这样4000赚的啦，我等一下钻石吧，不然怎么办？有点慢，真的是有点慢，我受不了。我们学模仿一下韩国人储值。都是按这个1200的哦，然后一次买10包哦，韩国人都是这样处置的。还有7000钻住房够，哦哦，16%的几率怎么那么难呢、啊？Korea people is coming.Again, fuck, fuck, F-U-C-K. 加7了，干！干少1万，哦，终于，好舒服的感觉，你觉得舒服多了？防御一点，再次搞定。各位观众拍拍手啊！76.98干，收藏品77%的男人，收藏品77%的男人哦，赶快叫你的爸爸妈妈来看一下。娘子出来看上帝，赶快开新地图吧。这些不够我打、啊，这些怪物跟弱智一样啊。上不了我半分半毫啊！把火龙放出来吧，只有火龙可以对我造成伤害啊！变这么强，找个人来打架吧！你落单了，我干你娘！遐济人哦，靠腰他小，我想体验一下台湾斗牛犬的冰刺。2、3、4、5、6下。老爹天的 W 设定停损有啊，我有设啊，早就超过了、啊。我也不想啊，我也想要控制我的开销啊，早就超过停损点很多了啦。我当时有没有讲，一个月我只要花多少？50万，那就是我的停损点。你看我哪个月没有超过4倍的？5倍，结果嘞，干每个月都200。OK。
我们一起来看吧。你都做得很棒哎、欸，靠背啊，他小了干，抓小。我突然想到，我好像有拍这个干、欸，等一下不会出现我的吧？哎、欸，不是啊，西奇你在干什么啊？西奇你在干什么啊？装可爱哦、喔，啾咪，啾咪。一百天以后，也希望玩家继续支持和关心。哦，好险没了，就这样 ，OK。那么各位观众，离开之前，麻烦帮老爹个赞，大家拜拜。Bye bye!